用芦荟来扦插石斛兰枝条，操作简单，生根快，成活率高。芦荟呢，我们都知道它可以呢充当生根液来使用。今天说一下用芦荟来扦插石斛兰枝条。石斛兰枝条呢，我们尽量选取这个稍微粗壮一些的这个枝条。我们呢把这个枝条选取好之后截取下来，长度呢无需太长，六七厘米就可以。枝条上呢一定要保留几个这个芽点，然后呢找来这个芦荟，在这个枝条底部啊一定要记得去修剪一下，那这样呢更有助于它生根。然后在这个位置涂抹上芦荟就可以了，找来疏松透气的土壤，我们呢就把这个石斛兰枝条去给它插入到土壤中，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。浇透水呢放到散光处，不要去给它晒太阳，散射光照是最好的。土壤干了，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20天左右的时间，石斛兰枝条底部就能够长出根系。